无，唔免啦，我来讲，两手拢无啊。要食鳕鱼、鱼啊嘛、鹿骨鸡哇，四个人计一人计四斤，今仔日先提钱的先拿一瓶，两个人计买得着了。三百了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，最后一个三百块了，给咱吹三百块了。全世界剩一个三百，剩一个三百。今日开始哦。你的喜欢干啥？毛集中条目关节，卖外骨集中嘞。哦，来，条关节别给你哦。集中细胸做几个好嘞？哦，对。那最后这个沙发上面只有无？哎呀，那落。最后这个沙发上面只有没有三百块。鳕鱼的头头肉三百块。拢有啊吼。第一类给钱上，第一类。我就没花。第二只够你。去四斤够你，给咱真真吃吃好无？没有，两百了啦，了钱没有，凊彩啊！大你讲完全只你要偌济，拢无啊？三包啊！讲完要吃两百，上面吃好滴吧？讲完。大家快点开始。两百块。来两包。来，迄个皮皮，迄套袂拢皮皮起来，皮皮，皮皮，你去买，你去包你阿妈来，啊，这个是皮皮阿姨。几块啊？几块刚够。我打开找蛋黄去。几块无沙发，拢我哋四方，好吧，我这就四方。上面食半斤半肉，哪边啊？一鼎320，两鼎606，唔免600，唔免500，沙发。来沙发坐。沙发坐。我坐个最后坐个嘛，我最后坐个我。一百咧。哎呀，一百咧，我包起一百咧。来，龙须我冇。这拢不行，无啦，边啊啦，系啊，想我很烂啊，系啊，莫搁再谈。啊，这话因讲啊，你若是另外搞，你买一箱啊，啊，一个你叫人买无？这包叫胶原鸡软骨，内底有一个软骨啦，真正愈薄愈香，你食看卖。胶原鸡软骨，一公斤的哦，一公斤的哦，啊，做只一公啊，这一包只有500-600的物件哦，来我来恁讲，迄个嘉义。阿叔，教人来增加你看。来增加增加你好不好？来，我来讲。金龙山四五七个人计搞买教人智能股，一包嘛你开600-500，一支软骨啊一两块，你甲煮了甲煲着，伊个软骨啊愈煲愈香，真正这汉字凊彩买会着，新价钱个正样200了。来上面只教人智能股了，不收钱，200块上面只教人智能。好，你要是教人智能股嘛200块。28、29。我跟你讲啊，今仔互恁欺负一个啦。5包啦，7包啦，200一瓶的物件啦，无你有人加闹贵的，7个，今仔日有恁欺负，钱搞起啊紧的，好食来想要买200买你，100人，钱来100块，钱来啊紧的，100人，三个，无啊无啊，我收两个，我收两个，我收两个，哦，这里啊，三个，哎呀，这不就给200，我以为3包啊，你三包啊，你了钱，给200。哇，那有的才有，没有的啦，没有的啦，才有。这个，这个人，这不了解，我只要把刀切切，切10年。来这边提钱耶。你啊，那不了解，你没把刀切。我一个先，嘉义，这收了。来一千块，先还是千吗？就是讲，给给给，不要再闹啊。我来这里帮你结。你莫乱弄的。不要乱弄。来这，包包你垫着。阿姊，我甲恁即个人家麻烦一下。分包，分包，至少恁帮我买买咯。唔是因为无好食，我要卖你。是因为我早来春节10几年啊，卖10几年啊，这咸猪肉，这个行的菜拢好食。先提钱，你相信我，300块我倒。我这条够送你，我咸猪肉全部拢有300-300落去做。你先提钱，我这条够你，唔免500-400，300上面一个300。咸猪肉，你咸猪肉是不是拢无啊？这条够你。4条，一个人给300啦。来，后边坐。来，上面吃咸猪肉，真正好吃，袂歹好食啦。哎呀，这袂乌白白啦。来，300搁两个啊。上面吃咸猪肉，300块啦。咸猪肉搁两要吃来无？300搁有要来无？百五落来，你买两条，怎么情况啊？百五试吃看卖，150。百五了。百五吃看卖，百五吃看卖，搁两要咸猪肉无？百五。百五落150。这两包刚好三杯，哎，哪个有三杯哥？哎，开始哦。好啦，啊无物件啊，你若要食好，我阁有较贵个，较贵个敢会卡面无？会卡面我寄起来，我紧个。我话好个，你敢买？坐你排骨出早就袂了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啊无，你要食无？烧个饭买当去食无？
这两包免五包，免四包，两个人计嘛，我要先给钱来三包，好无？你买三包，这两包我送你，买三包，来，我搁加一包你。两个人计了，三包上面吃小火汤，退兵吃一下。三包搁要吃无？退兵吃一吃，三包好俩。搁要吃小火汤无？大爷搁有咩？两个参详了讲 OK， 啊？你咪参详了讲 OK 吗？百五上面吃，百五，蛤蟆提起变分分的啦，百五上面吃，一百五啦。收，收，明白，没有困难。蛤蟆提钱的收起来，来全部发一包，有可以休息。来，蛤蟆提钱的嘛，往家收一下。蛤蟆发一包，蛤蟆提钱，发一包，发一包，加，加加加，蛤蟆啊，今日拿少林家都搬坐，你今日蛤蟆都无够啊，太少了。对啊。好啦，你要吃啥物啊？我啊，若无我咧休困啊，今日早餐特别 OK。你搞到吗？啊！果冻虾球，果冻虾球。啊，北边包的。果冻虾球，我来。哎，虾球真正。虾球要几包拢买紧？这个一包两包拢买紧。这一包鱼啊，哦，一包两。这边两包。两包嘛。两包。个人要吃我预下虾球两百，这有新两万米的啦，我袂讲错。两个，两个。吃了你怎啊？两个。哎，两只鱼啊，鱼吃了你怎啊？什么观念啊？像这块拢肥肥，还是会收掉。最后一包鱼啊，鱼三百八八，无。来，再做一包啊，做一包啊。大鱼啊，鱼。做啥物？果冻。果冻三百几啊，一包了。一包。收起。来，再一包有无？两个有无？两个有无？无啊，无啊，我吃了呢。一包两包。再打个计划，计划。都无拢我用啊，平均拢上面。我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拢我用啊。来，过来买啥物？牛肉咯，这一包也无二十块牛肉，我钱。你讲兄有本啦，一袋一袋搞上来，无二十块牛肉，我钱。一只五百几块的物件，两只一千，两个人加四百咯，四百块三块钱。来只，来只就平啊，两个三个三。加无？三百咯，加四百，讲唔对。加无？四百。反正先给你收一下，来只。来只，我先给你收一下，来只，搁一只。牛肉卤四百块。来，提钱嘛，我们家这边。多谢啊。交代包，你收起来哦，来只。代包啊，代我钱哦。我最后存只四包。来，对，对，两包四百。做红烧，这汤头把你做红烧，我就来煮。你个五包，我这。哦，代我。那无你无，我也买一包吃看卖两百了，我试试看看可不可以。好，不要。试吃看卖会使啊嘛，存只三包买够我四两了。够买只无两百块。来，那个美女过来，有几包？阿哥，你这几包啊，边个在忙啊？这是沙包。来，多好啊！来，多好，来。我今日飞头毛就送飞来啊！来，多谢谢哦。讲笑的，我讲硬啊！啊，过来，过来，什么？这招我无想要变。啊，你这草的，过来，好啊，好的，草的。哎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谢谢。来，来，来，来。多爱上麦啊！好，谢谢。啊！姐，你要拎无？我无，我无。阿姨，阿姨，啊，鸡也给吃啦。人讲我本来有几只咕咕咚咚，来，大只只干杯介绍。马叔，大家互相一下，咕咕咚咚，哎，好实在。啊，这拎过要吃什么无？我希望我到底会当袂好，袂好耍咧。你有要点菜，我希望你只头五十个人加一个人加，我点菜够过分，一个人加点菜，你想要吃啥物，你甲我讲。有想要点菜，你甲我讲。奶黄包，一包啊。奶黄包。嘿，咱食过，咱送外当烧坑，拢外当。好来，我送外当烧坑。边个顶个高楼啊？最坑的拢无。这奶黄包最近工厂做的，是台南吉利食品工厂，你会当去查。台南奇美食品有这公司，有够大间啊未？你伫我桌顶所有看到这物件，拢是全台湾最数一数二的工厂，绝对无一间路边摊，绝对无一间路边摊。啊，爱食卖钱卖八百，三百块我了。来，三百块。这内底吹落几拢啊，一粒吹落二十块，十粒两百。这两包四百物件，我还剩三百。我这包送你，你也对袂对啊？来，我再加一包送你，三百块。最后剩这两包一百五，上面叫奇美食品的奶黄包。哎呀，拢来啊！四百五。你讲想要吃啥，你去讲做会到，我尽量上，你没有关系。我来讲，我无要叫恁买，你有兴趣的想要吃的，也就了。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十二 B 炒虾，这板道里哦，想要吃的，也就有人要吃哦，炒的，水无？马来西亚哦，
马来西亚草会继续 Q 的，继续甜的。啊，你食看嘛，爱食莫让你开三千卖两千，唔免啦，一千有人敢给钱无？一千块啦，有人敢给一千块我无？过年过啊，有人敢给一千块我无？你要一千块，只要够送你，只要够你，只要够你。我来讲啊，你先给钱，你也免无啊，只要够你啊。四个人给搞要一千块，怎么吃？一千块先给你好无？哎，好，一千块怎么吃？马来西亚十二匹草虾，一千块要来无？我来讲，你莫嫌济，我只要卖你，你吃有满意？三个给钱好无？开一千块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怎么吃？一千块，马来西亚，你是无看到物件哦？这水呢，人客马来呢？好，我来讲，我买个螺丝，废话我上无啊。这两个我早餐家己吃，这两个小弟我面，请你两个给钱，开一千块，一千块了啊，一千块买就退钱，一千块，差额一千。